蹦蹦蹦。哦，好吧，第四章。哎，你看他在粉刷，他在洗厕所。哦，过去了。他还有五六张，我刚才看到。渐入佳境。你累了吗？没有，我在想。我在想说要不要教全家。全家？KFC 的全家桶吗？还是什么？那个全家福，那不是。哎，可以把它抬起来。哎呦，是新的东东。啊！压扁扁。来，大力士上吧！你被撞晕了，好吧？啊，真的还要再一颗？快一点！哦，有，可以推，它可以推，拿了之后按。按一个按钮可以推，该可以了，有了，可以了，哇，等我一下，拉我。耶！飞了。嗯。哦。在哪第一颗我发现。哦。难道是有一些在？啊，到了啊！喂！耶！你掉下来了，怎么是我被挤下去的？啊，哦，我看到了，可是下不去，你站在这里，然后我跳上去看。啊！哦！哦，金跳！这一关比较少，我一直被电死。那走了吧，五颗，好像只有五颗。嗯，不晓得哎，他可能有一些会有五颗的关卡吧？不知道，他可能有一些是藏在那种隐藏的入口那边。他有七颗 B。好扯哦！他应该有一些是那个假装是方块，然后藏在里面的那一种。我丢你过去！来，来吧！
Yeah, checkpoint. Hey. Checkpoint. 等一下，那我走下面。等一下。那我需要弹你过去。嗯，好。不够，哎、欸，刚好，耶。是什么？先去瓦纳达。等等，你把我甩过去。升职，然后呢？哦，掉下来了。哎、欸，怎么下去的、啊？哦，这里，我看了。喂、欸。I like mine with butter and jam.哦，拿到一颗隐形的，耶、yeah ！对的，妹呢？可气，然后一个就去。耶、那好像是可以下云朵的。嗯。Rock on, my little naked friend. 你走下面看看有什么。哼。那也太难了吧！等一下，在中间哎、欸，哦，跳墙，自卑。等一下，我不行，我必须要拿到那个翅膀屋。啊 ，Whoop！ 等一下，我很好奇，这样，这样，这样。感觉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啊、算了。喂。你看，我点到了。Oh no！ 啊，球球再见。好吧。我点到了。没有，他那个很容易，他故意的。那个很容易，他需要丢那个。他接下来的丢一个石头之后，就可以直接拿两个。没关系，走吧，下一关。买东西喽！买买买！买。这次来买个这个。哦，海盗！你看这个妹子，再来一个。哎、欸，有猫咪，我要带这一个。鱼，这是鱼吗？啊，好可爱，熊猫，三角形的熊猫。木乃伊。你为什么那么多啊？我一次过把所有的拿去用。好丑啊！我要去楼上换一颗，换一个武器。我有冰块，哦，你有火焰球？我看我刚刚看到哪一个可爱的三角形？
还是方，好像是圆柱形。这个，That made me uncomfortable. 看它挺快。你看，哦，看那个猫咪。嗯，你看我头上有一只猫。那超屌的。啊 ！Oh my god！ 忘记了。哦，你看我的冰块，是我的大炮啦。阿姆斯特朗炮。阿姆斯特朗旋风，喷射阿姆斯特朗炮。看那个猫，好可爱哦。Find the gems to whisk you away from this horrible place. No. Oh, come on.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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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呀，是不是要把那个？你比较会，你把上面那个拿下来吗？哦，你好棒哦！收起来呀、啊！对，我死之前把三只、两只给干掉。快点！Okay, that was pretty funny.不够高，你想把它带走？啊！怎么变这样？跟我想的都不太一样。哎耶！回来！耶！啊！你过分！No！ 哎、欸！嗯？我在哪里？被石头推到了。啊！我知道了。我、哦、要把石头运过来，然后压住那个是不是。嗯。哦。哇！拍谁啊？没事没事。Really？ 就等等。来，你拿一颗。啊不哦，等一下，来不及，好难哦！哦，我按错了，没事，一个好了。啊！哦，只要一直拿着，就推。哦，是呀、啊，这是什么？哦，不吃不吃。没事。哎，他跑下来了。哦。啊啊，坐骑！
他不怕刺。等一下，我的 checkpoint。哦，漂亮。过来啦。揍他，揍他，揍他。嗯，怎么就没了？哇，你好强啊！五颗。等一下哦，等一下，上面有一颗哦。啊 ！I didn't hear a fat lady。来。对啦，应该是只有六颗哦。应该哦。二三四五六，有六颗，耶！所以呢？下面是不是可以去啊？你不能，下面是水。不能，下面那边不能去。来我，耶，翅膀，翅膀硬呢。拿到了，这边上面还有一个传送。过来了。哇，一样的，一样的。哦、oh, ，OK。Checkpoint。拿到一颗。那是最后一颗。耶，走喽！碎啦！碎啦！我操，好快哦！嗯，其实它游戏节奏还蛮快的，不会觉得说很累这样子。有可能互相伤害啊！有可能是我现在窝在被窝里面，舒服真的。好，例如说这个样子。啊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咦咦，我飞起来了，我飞了，我飞！哈哈哈！咦咦，换我吧，你飞过去。哦。你就可以。下面还有一颗宝石，下面还有一颗。哦，好吧。等一下哦。啊。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是 OK 的，我们就是回去就好。哦，你这是啥？嗯？What'd you do that for? 啊 ！Oopsie！ 哎！哎、欸，你，哎、欸，是，哎、欸，最后。我差一点被那个金瓜炸弹炸到，哦，嗯，拉我，好吧，然后呢？啊，回去啊，嗯。刚刚上面好像有一个位置，他应该是开来的人，这个地方。哦，这里，哦，有坐骑。啊。Good try, but try gooder. 开。哦啊啊！这里的。你会趁这个时候等他过来吗？等他过来跳过去。啊，拍谁？我忘记了，我以为那是冰块。等一下，让我上去。在超大字。超大字。哦，啊。我也想要坐骑。他说什么？按 LT 是怎么？等一下，等一下，我想试看看一个。哦，你可以叫他过来。阿啾啊！啊！他会用那个代替人呢？你怎么弄的？哎、欸，好可爱呀、啊！他是攻击键。咦、欸，好可爱、啊。拿好拿满，耶！我到时候姐姐要把我那个爆音全部剪掉，那酱。我们打完 boss 之后暂停吗？好啊。OK。OK。嘟嘟嘟。我不晓得他有多少个 chapter， 我也不知道。哎、欸，隐藏关卡，随、哦、便哎、欸，上面是空的，哎、欸，没有吗？我看哦，那我看错了，我以为他有。哇，他会带路吧？会吗？我不晓得。哎、欸，等一下，是那一边，那边，哎、欸，上，对对对。是干嘛？是这个吗？哎、欸，这边有一颗宝石。啊！我不要走这边。
哦、，nice。我在哪里啊？看不到，我在这里。OK， 等一下还有一个球。球会在哪里呢？跟你说我很确定那么强的那么强的 BM 肯定是他们工作室做出来的。所以呢哦Trust me, you'll be fine, so long as you find the gems and don't die. Good luck. Good luck.哎，对哦，那个要从哪里？啊、哎，啊、哦，算了。Oh my goodness gracious！ 哎，那边有颗石头哎。上面是不是有路？啊！球球！哦 ！Oh my god！ 我把石头卡住了。没有东西啊、哎，满了是不是？对，满了。
水啦，水啦。哦，这场节奏也是很快。嗯。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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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我想走这边看看。哇！哇快点，趁他吃我的时候，快逃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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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哎哎、欸欸、下不来啊上来青蛙上来青蛙怎么是你踏着我的尸体过去，来，来，我跑到这边边，来，躲着尸体，快点，漂亮，哎、欸，拿不到，你去点那个，你去点那个银色的，啊，耶，哎，这边有一个啊，等等等，再来一次，那一个我没有把它拖出来。跳不上去嘿嗯哎、欸、你要拖出来哦哦哇来吧踏着我的尸体啊没了拖出来，拖出来了，我不能再拖出来了，欸、它有云那个出不来啊。哦，没关系，你拖出来就好。啊。哇。再来一次，拍谁？来啊！你车帅压制他就好。好，压制 ，OK。对的。哦。嗯，再来，等一下。你试试过来这里，哦。走进去。哦。哎、欸，等，你去等他下来，你去上面接着哈，踩，耶，哎，那我怎么？哎、欸，上面有一颗宝石。我怎么在这里？哎、欸，翅膀，看看啊。Where's
嗯，都拿到了，可以走了。Oh my goodness gracious！ 哎，我到了。搞定，应该是七颗嘛。嗯嗯。耶、yeah ，碎了。这一关就打魔王啦。Oh my goodness gracious！我看到下面的是超凶的，嗯，下面是不是破了什么？下面你觉得还会有东西吗？我不晓得，应该是没有啊。要干嘛？啊！我缓慢的刺下去了。哎、欸，你再踩，再切，再踩两次，再踩一次。OK。哎、欸。啊。哎、欸，我的青蛙，上把青蛙。哎、啊，青蛙。啊场面有点混乱。哦，我们一起跳。哦，是啦。笑死。嗯。哎。啊。啊！我忘记放手了，可恶！没有用魔法打败魔法了。哎、欸，三眼青那个洞，哈哈哈哈哈！哎，还是你现在。哇，你也太猛了吧！还是……哦，你好猛哦！你要把它带去哪里？你要带去哪里？哦，你要把它放这里好。你看一下。看。哦，离开一下 ，OK。对。
you play, see? You'll get it. 噔，来，我踩着。嗯，你太胖了。你太胖了。石头，哎，哦。石头拿起来，哦，你碰到了，哇！哦，哦，漂亮！石头拿到了吗？六颗，六颗，好，应该困难了，嗯。水啦，水啦！哦 ，You made that look easy. 耶，打 boss 喽！打 boss 喽！哎呦，我进不去。哎，那你等等四秒就好。进得去。为什么表演咯啊上吧我的青蛙小军团看来是 K 洛洛军团Get the best time to win. Get the worst time to lose. 啊！我先看一下这里。哎，虽然是死路。他没有哦，有石头头哦，他这边拿石头，哎，再推一下，啊，嗯，啊，哦，被我踢回去了，拍死，拉回来。啊！我的妈！有黄金帽帽。哦，哦，是啦。Oh my God！ 好了。哦。你上去沉了，哎，嗯，哦，那我在下面这个，哦，我再回来，在那，在那边，我要在下面这里，哦，嗯 ，OK，OK。我困难哇时间要没了
哇，没事，我知道要干嘛的。Well, that happened.拿到了、OK 嗯 OK 啊，按错了。啊！踩着会怎样啊？还是就我踩着你就通关算了，你就继续走下面，对不对？你碰那个 checkpoint。好吧，等一下就我就踩着就好、然后你就碰 checkpoint， 我就自杀。可以。Yeah。过来。上去，好啊，嗯 ，OK， 好，我来了 ，OK， 다싸게요。Oh my god。
啊，这个不能涂太快，这个慢一点。怎么青蛙？嗯，好。对的，是的。哎，还有，我忘了，我刚刚想要吃点心了。开始抽是点的幽灵。哎，有哪张吗？有。谁的？我引他来。啊！啊，不是，亲爱的，好了，哎。哦，已经过去了。Oopsie！ 啊！哦不，我有障碍。哦，过来了。Yeah， 有了。Checkpoint。对的。下来啊，石头要丢石头。哇，啊，你丢石头。好，等一下，他在这边在接，是不是？好，哦，快，时间不够了，时间不够了，石头的都时间很快不够。对啊。Nothing reads quite like the stench of losers. I hate it. 我们可以的，加油。所以先不要按吗？ OK。 等他过来，不，等他过来压住那个按钮，然后就可以逃啊。来不及。哦，对，要碰那一个，等他过来。Yeah. Let's pile all these into a big mountain and go sledding down Chem Mountain. Bargain. And then make go eat something and get some cocoa. So with marshmallow. Yo, 挂了。 Checkpoint. 爸爸。Hey. Oh my God. 会打死。哎，完了，那赶紧接他！哦不，来不及！还是你要去？你去上面接他吗？你去上面接他。你去旁边接他。啊啊！哎，我接到了！啊！哎，我接到了。掉的青蛙，不好意思。来，你去上面，我来接石头。好，可以来。啊，我死了。
你好，你去上面，你上面，你去上面的地方。好，丢。耶、yeah, ，漂亮！能够出去吗？我在哪里啊？哦，出口在哪里？在上面。哎、欸，我拿到了，可以了！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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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限啊！丢，你好丢、哦！耶、yeah ！太强了吧！哦，完成章节。Take my daisy hand, I wish you back to a time long forgotten, long before the poop hit the fan here. The year was 1759-ish, whatever. Self-made billionaire, cat fanatic, and theatrics aficionado Perham Furbottom set out to create the biggest, ritziest, most thrill-inducingest theater ever. And he did. And it was the talk of the town. Trust me, if you weren't there, you were most assuredly square. People were seriously like, what, you weren't there?What are you, a nerd? Opening night was a thing to behold, as Lord Furbottom organized the grandest, jaw-droppingest show ever seen. There was explosions and dancing girls who exploded, exotic animals who exploded, incredible feats of magic and wonder with fantastic production values all around. Furbottom sat for days on end, marveling at his breathtaking creation and packing handfuls of delicious, buttery popcorn into his mouth. But alas, his illogical contempt for intermissions ultimately caused his demise, and during the show, Furbottom passed away, having pooped himself to death on the way to the bathroom. Legend says he clenched his butt as hard as he could, but his little cheeks just gave out. Furbottom was fine, but his beloved theater, his precious kitties, his hat, and of course his bloated corpse, which was lovingly drifted out to sea and immediately ravaged by sharks. Aww. And that, children, is the legend of Perham Furbottom, a respectable and apparently delicious, a gentleman. But the show must go on, right?Righ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Perham's hat passed from head to head, leader to leader, and the theater still operates to this very day, and what a piece of crap it's become! I bet Perham is rolling over in his sharks right now. I mean, everything's poorly run, and the whole place stinks like pee and feet, and with everyone involved walking a fine line between moodiness and full-blown insanity,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something truly horrifying happens. But try to keep a sunny disposition as you sink further into darkness, yeah? Nobody likes a crybaby.哦，就这样，啊，那么就先到这边吗？嗯，好，那这一集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如果任何意见，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喜欢的话，看赞、订阅，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按赞。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晚安。不。